屁屁管不住，经常腹痛不适，小心肠道发炎出问题了。讲到屁屁管不住，我想大家周遭亲朋好友都有这样的朋友，就是吃什么东西就拉什么，嗯，几乎有时候有的还不敢出门。超羡慕，那些人很瘦啊，超羡慕的，很瘦，超羡慕的，真的很瘦。他们对他们的生活是很大的困扰啊，像有些人他真的有时候不敢出远门。趴在游览车上面啊，上厕所找不到厕所。对，因为那个来就像火山一样，你也来不及了。对啊，那大部分的人有，我们就说他是肠燥症，好，那这占的比例最多。那他们这些肠燥症人，他有这些症状，但是长期下来可能不见得会罹癌啊，会有什么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出现。但是有些肠道的发炎哦，是真的有病，就是你不是可以用肠燥症这样子来解释。嗯，那我分享两个案例啊，第一个就是有个17岁的那个小男生，算在男小男生好了，然后年轻人，那他的妈妈陪他来做检查的时候。他是主要是因为他那个是由精神科转诊过来，为什么？就是这个小男生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很爱干净，然后平常算是有洁癖吧，然后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要求还蛮完美的，就是他折棉被都折得非常的好，然后桌子都保持得干干净净，然后但是最近这半年来，他妈妈发现他常常去跑厕所，去上厕所，他一天可以上十几次，就进进出出十几次，他妈妈想说他可能拉肚子，可是。他就真的就去看他的上厕所的状况，问他说你有没有拉肚，他说没有，他说想上但是上一点点一点点，他真的去看马桶真的也没有真的很多的排泄物在里面，所以他只是反反复复的想去上厕所。那因为他这个小朋友他本身小的时候就有一点算精神官能症，然后他妈妈就建议他想说他会不会是长大之后变成了强迫症，会就是一直反反复复的做一样的事情，他就带他去精神科。精神科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有点像强迫症，但是你还要不要先检查肠胃啊，还是搞不好是真的是胃肠出了问题啊，你不要一开始就把它当作是强迫症。哇，他说来转诊到我们这边来，想说进一步做检查，我们安排了一个大肠镜检查，检查进去发现他真的是肠子里面有非常多的溃疡，好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发炎性大肠炎，也就是所谓的克隆氏症，整个肠道就是因为免疫系统出了问题。现在有个说法就是说可能因为太干净了，生活的环境太干净了，导致于他免疫系统在到达这个青少年到10-20岁左右的时候，他身体的调节出了问题，产生很多的溃疡。他的溃疡其实我看起来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慢慢有些地方已经形成结痂。啊，这个病患呢，他就是在肛门口的地方有形成结痂，就变成他的直肠的那个管径比较狭窄，那就变成他大便要上的时候要经过那个狭窄的管径就上不太出来，但是他又有便意感，就会想去上厕所。但是上去上的时候只能上一点点出来，那后来像这样的情况还是必须要吃药治疗啦，那甚至要做免疫调节的药物来治疗。第二个案例呢，就是一个中年的男性，他是中年差不多50多岁，他的太太带他来，他也是在他最主要说他这半年来也是一样常常是拉肚子，他就跟我说他差不多每次吃完东西的时候大概就会去，就一定要去跑厕所，一天大概上了4-5次。然后他这两年有做那个粪便的潜血检查，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做大肠癌的筛检，有做粪便潜血检查，他有做了，他觉得是正常的，他觉得说他应该不是什么大肠癌或特别的疾病，他觉得说他可能是，饮食不正常啦，他自己这样解释啊，他想说跟我要个止泻药来吃就好了。那我就听他讲说哦这样子啊，那他的太太就不认同啊，他太太就说哪有那么简单，什么4-5次，10几次都有了。他说他每次工作回家的时候几乎就是躲在那个厕所里面，他站着厕所都不出来，别人都没办法上厕所，所以他就说你还是大医生，你还是帮他做个检查好了，就不要听他的。那这个我们也就帮他排一个检查，也是一样做大肠镜。他最后坐起来的时候，他在直肠的地方看到一个肿瘤，这个肿瘤呢大概2公分大，跟一般的大肠癌那个不一样，表面是比较光滑，那看起来很像息肉，但是我们常常在做大肠镜发现那个应该不是息肉，还是把它切除掉，切除下来去做化验的时候发现是一个我们叫类癌瘤，是一种神经内分泌瘤，神经内分泌瘤它的特色就是它分泌一些内分泌神经物质，它会造成大量的腹泻，会拉肚子，就是因为这个，那这个把它切除掉之后呢，它症状才有办法改善。那像一般的肠燥症啊，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一般肠燥症我们去排泄的时候，大便顶多一天大概是500克左右，500克左右。那像这样子神经内分泌瘤，它连水都拉出来，肠你等下醒完全部都拉出来。可是刚刚你讲前面的拉不是癌症，那后面照样拉是变成是一个癌症。应该是说他这个我们叫做叫类第二个案例就是说他是一个类癌瘤，这个中年的男性，他这个类癌瘤是他本身是一个神经内分泌瘤，
它是会分泌一些神经物质，它会造成你拉肚子。对，就是潜意识，你意思说你也有可能一直拉，但是都没不是癌症。嗯，不是，但是这个类癌瘤，这个、为什么叫它类癌瘤？就它很像癌症。哦，所以基本上它还是一个肿瘤，必须要把它切除。还是要做深入，还是要做深入检查。嗯、对，如果你是拉不停，那还是真的要照大肠镜。做大肠镜，而且像这样两公分的，有时候你以为粪便潜血也会检查出来，其实检查不出来。嗯、是，不过现代人都。肠道如果保护不好，人容易老，对，对不对？那Judy保持得还不错、嗯，应该是没有便秘吧？我还真的有，其实我毛病还蛮多的，肠胃的部分，因为我上下都有问题，就比如说我有胃食道逆流，所以我就变成是说晚餐之后不太能吃东西，我怎么吃的话，早上起来一定会不舒服，就会有灼热感。那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我常会胃发炎，我有时候太累。或我乱吃，或者是我吃的东西不对的时候，我就很容易胃发炎。然后我一旦胃发炎的时候，就会持续很久一段时间，必须要吃药。然后那个痛又说不上来，不是那种真的绞痛，可是就一直觉得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，我又有便秘，所以我常常在肠胃科里面徘徊。然后后来医生就说，我觉得其实你都不是那么的严重，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靠药物。他说你可能要改变一下你自己的那种生活习惯。可我已经都吃得很清淡，然后该吃的都吃了。医生说不是啊，那你是不是会常常出去吃东西？我想哦，对吼，因为你要冬天到了，我们是不是就要吃一些什么火锅？好棒啊！对，姜母鸭要食补，哎，中国人是一定要食补，因为现在年纪到这个年纪以后，就会手脚会冰冷，就会觉得说冬天到了，女生都手脚冰冷，都应该要补，对，我就要多吃，可是吃完就肠胃就不舒服。后来我就想说，那像我这样长期吃药也不是办法。所以就为了要改变体质，我又找到一样，就是说比如说他们说你要从你的肠胃道里面的菌去改善它，那怎么样去吃好菌，现在有好多选择。后来他们就说我就找到一款就是机能型优酪乳，机能型优酪乳，为什么我说它是机能型优酪乳，它其实带给我惊喜，它呢非常的浓，你刹那间会以为你喝的是奶昔吧。这可是我市面上卖很多那种优格，那优也差不多是这样，里面还有东西的。对，可是它你要看哦，这我刚刚就要讲，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原料，原料的第一个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里面含量最多，这是营养师教我的。哦，它里面会有一个写一个原料，那原料的第一个含的物质呢，就是这个里面就是说最含量最多的东西。那有的人是说水，有的人是什么，这个就是生乳。所以它喝起来是有惊喜，就是很牛奶的味道，非常的浓。然后再来再加上说，因为它有小绿人，所以你可以很安心的喝它。是，其实益生菌的概念，它主要是调节，调节的意思就是让比较拉的人，它会回来到中间，然后便秘的人，因为它有好菌，所以它相对可以比较排便会更顺畅哦。那我觉得优酪乳的好处是因为有些人他知道，就是他对于想要吃牛奶，但是他会拉肚子。那优酪乳它因为发酵过后，所以它其实对于有些人所谓的乳糖不耐，他用了优酪乳来补充好菌或是钙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哦。那刚才朱莉姐有说到，就说营养标示，我们其实会看到就是这个成分哈，就是成分来源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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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第一个来源一定都是怎么样，它含量最高的啊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就会说希望这个东西叫 clean label， 意思就是说欧洲他们在提倡就是说干净的标示，就是东西越少越纯粹越好，就是添加物就尽量不要加，就是原始这个东西的本身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在营养一个食品安全的里头一个提倡的一个概念哦。所以其实大部分我都会这样子去建议哦。那很多人都会说那益生菌要怎么样创造比较多的肠道好菌，然后才会免疫力比较好啊，这样的概念哦。那我们都会知道好菌跟坏菌，可是其实要跟大家分享，现在肠道里头还有一种菌叫做中间菌。什么叫中间菌？就是墙头草，就是说如果你好菌多一点，它就会跑来变好菌，如果坏菌多，它就会跑去变坏菌。这么势力哦。对，所以其实肠道里有这些很神奇的中间菌，那你要让它怎么样，中间菌跑到变比较多好菌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增加比如说龟蛙大便对，就是你要让你的膳食纤维
菜多一点啊，然后或者补充一些好菌，让它整体肠道变更健康。对，所以后来我就是选择上面，我就选择说真实标示越简单的，它的成分就越好。然后呢，它是生乳的成分更多的话，就表示它整个都是很浓，就是没有添加一些什么像香精啊，或者是什么果胶会让它变浓稠。就是说像优酪乳头有小绿人的时候，就表示说，哎，我可以增加就是我的好菌啊，降低我肠内的坏菌这样子啊。所以其实肠道保健哦，我们可以我觉得我最常遇到这个状况啦，是比如说像我对大学生做演讲，你知道大学生都很健康啊，你跟他讲健康他是没有感觉的哦。那有时候他们就会遇到，就是说那个你会听他的生活情况，你知道大学生不太可能早睡早起，这是不太可能的，就是只有晚睡晚起或者是熬夜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们的很爱喝含糖饮料，那因为他们最容易会想要问的问题都是，哎，我皮肤不好怎么办啊？那有些女生都很容易便秘啊，那这时候我都会跟他说，你就是要怎么样让你的肠道变好，你才会改善。像刚刚那个英姐讲说，如果冬天那冷怎么办？像我们手脚会冰冷，其实我觉得喝优乳也没有关系，就是没有关系。像这我就会把它冰箱拿出来，大概放30分钟之后你再喝。哎，可是我们到底要喝？你用这大瓶小瓶，一天到底是喝？我们自己是喝这样子小的一瓶，一瓶对不对？对。那你拿大瓶干嘛？自己喝？家庭，因为比如说你有婆婆啊，有老公啊，有小孩，就是大家可以。可是你家有几间厕所啊？我们家还给你花生了，大家会分担时间喝这样子。是不认真照顾自己身体啊！如果你有身体有异样，你又没有发现，就当心死亡一步一步向你逼近。了解疾病的原因呢，也不要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你的警讯也要注意啊！谢谢。东北季风渐渐增强，冬天的感觉越来越明显，这时候最担心发生血瘀的问题。血瘀的话，除了是血液循环出现问题之外，也担心发生后续的疾病。这时候推荐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具有活血化瘀功能的食材。那像是黑芝麻，黑芝麻的话它具有抗氧化，而且它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然后呢是菠菜，菠菜的话可以有助于铁质的吸收，然后它也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。再来呢是蒜头，蒜头的话它有一些抗氧化的功效，并且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血压。最后的话是白萝卜，白萝卜的话它有理气化食消下气的一个功效，可以帮助我们肠胃的蠕动。在家上厕所好轻松，却因为赶时间出门或是嫌外面的厕所太脏而忍住便意，结果好几天都上不出来吗？小心养成便秘体质哦。据统计，台湾约有500万名以上的上班族有便秘的问题，其实只要改变排便姿势就可以帮助改变我们便秘的问题哦。好比说蹲着上厕所，因为蹲着的时候肛门的肌肉比较放松的关系，建议有便秘问题的朋友可以改用蹲式马桶。如果要用坐式马桶的话，不妨可以在脚下放一个小板凳，让腰跟大腿之间呈35度，也可以改善排便顺畅哦。别忘了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并按下铃铛收看我们的影片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吗？可以点选旁边的影片哦。